们将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为各位介绍今天的表演，接下来是一系列的表演活动哦，想必一定非常精彩吧，因为这几周常常看到大家都在为今天的表演很努力的练习着。哎，于荣，演艺台前面同学穿得英俊威武，阵仗又那么庞大，究竟是怎么样的表演啊？哎呦，你是第一次参加校庆哦，老台中年轻。哇，是南普一队耶，今年结合了三个年级，阵容更强了。没错，他们今年是乐一队的联合表演哦，结合了乐队的气势更是不同凡响呢，而且这可是他们第一次在校庆联合演出哦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